俗语讲，一股两数不要紧，一数两股挺同丁。温府有缘水出巡，发现土地公庙内底土地公无地，敢讲姓名也系罢工呢？原来土地公的父亲伫戆人身躯顶呢。原本只是好意要斗三工，保护戆人因某，卖互小姐个侮辱。想要到土地公煞爱着这个某，戆人的身躯都安尼让土地公占掉的。三立台台29频道，拜五拜五暗时7:30，细说台湾土地公欢笑。